真是一个小说，叫做《女帝攻略》。女什么？好。就是一个曾经被爱情伤害的一个女生，那个时候在古代被一个男生伤害，被爱情伤害的一个女生之后，然后她立志要当上女帝，让她后悔，她就开始攻略，之后她代替她的父亲去战场上杀敌，保卫国家，然后她在走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和尚，他说这一个女生一定会是将来的女帝。之后我就想说一句，女生一定要自强自立，不然的话很容易会被男人伤害。